Hello，今天吃烤串，先喝个饮料。小鸟。哈喽，今天又吃牛皮菜给了啊！我这个是点点的，这一罐是500克的。有没有喜欢吃菜根的？咱家这款牛皮是牛皮菜根是牛皮多菜根少，而且这个是它这一款牛皮的脆度是比较高。
同款牛皮在视频左下角的小黄车可以下单，拜拜。今天吃这个爆浆巧克力蒸鸡吧，是。鸭头，我要给蒸一下。
火鸡面。火鸡面，
猫眼螺。兔头。这个肉多，他们家这个兔头稍微比较大一点。对了。
老香了。这个挖的完整。嘿，像不像一个大元宝？这个笋老大。老大了，但是挺嫩的，不是很难咬。